大家好，我是小可爱七七。那现在呢，守墓人已经被抓了，芒果什么也突然间倒了。来来来，让我帮你治疗一下哈。哎呀，橙子哥来了，橙子哥带着监管者来了，跑啊跑啊跑啊啊！他追你不追我？可是芒果玉米也成功了逃出来。好好好，帮你扛到，帮你扛到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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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你也不用给我扔断一截板吧？虽然我说我帮你扛的。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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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，芒果玉米帮我扛到，谢谢你啦！赶紧逃离现场啊！前面有台机子，有橙子哥，橙子哥来吧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哎，喂，等一下监管者来了，你的命不保啦！喂喂喂，监管者来了来了，躲在树下植树，快去去铲子哥吧，睡觉他不要治疗。可是刚才我有治疗到队友吗？啊，你来追我干嘛呢？哎呀，跑啊！哦，监管者在这里。喂喂，你在追着医生，为什么你会突然间跑来打我呢？还有你的刀气好一样。来来来，赶快来救我！来，可以了，谢谢你啦，跑啊！前面有个窗户，先翻个窗户吧。好，那我的破窗理论呢，就已经被写了出来。这样呢，我就可以逃生啦！哇，刚才呢真的非常漂亮。好好好，现在等监管者走远过后呢，就来救人。看到红光了，监管者来了，进镜像，先救下你的镜像吧。好，再出来，监管者都还没反应过来呢。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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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别休息了，跑啊！好，再一次触发化险唯一，不是化险唯一了，是破窗理论。好好好，有机子，先修一会儿啊，才修了一点点。那医生为什么要那么执着于这台机子呢？虽然说是剩两台机罢了，可是也不用那么执着吧。哇，医生你帮我扛了倒啊，还上椅子，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来救你当保命啊，当保温才对吧。哎，翻个窗啊。好吧，我很常被恐惧震慑，看来在监管者面前翻板翻窗这个坏习惯要改